大家好，我是杨，今天我们分享一套凯格尔干练动作，锻炼盆底肌群，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练习。第一个动作，单腿提臀，首先采取仰卧的姿势，两腿屈膝，脚掌踩实地面，然后将左脚的脚踝搭在右侧的膝盖上，接着右腿支撑，将臀部抬起，去干臀腿。两次。